啊，都这个努力打拼，勤做工，明白？一粒馒头动两空。嘿，哎，有坏屁不？有坏屁，总共有三组，看你要拣多一组。那有丢六捧以上才有钱通领。我来听看麦。三组，第一组嘉义双空捧。哦吼。第二组为盈利来坐。第三组全有隧道。喂。啊好，你搞你搞。不过现今在咧社会当中的青年啊，有百百种。嘿，唔知你个人对这个研究无？当然有啊。哦。不过呢，听你这个口气，好像你对这个青年嘛有相当的了解。不如现在，咱就来呢一个青年大考验啊！你讲，我接。谁人是讲接袂落去，什么人输了？什么意思？讲我一惊就丢了。哈哈哈！好啊，做你讲来。没变来来来。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呐。哇哇哇哇！天泰天泰旺旺旺旺旺旺，来来来来，天泰地泰三阳泰，家和人和万事和。好啊，旺旺旺，爆竹一声除旧岁，梅花香里报新春，桃杏满村春似锦，芝兰绕室坐凝香。再来再来再来，万里祥光馒头温，万户春风桃李月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。啊好，你连袂敢那是歌词哦。哎、欸、不要岔题吼，卖遐计较，紧嘞紧嘞刷落去，叹息哦。好来，福无双至今年至，祸不单行去年行。哇哇哇哇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叫客人。喂喂，到客船。你跟他唐诗三百首了，不不不，打铁趁热，唔通不要断的话，那继续。卖国语变台语好不好？变台语变台语来。新年新春万事通，别祝千孙满听懂。哈，炮竹连响响连天，夜子改凉变榴莲。进来，卖个想，卖个想，进来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热场热场聊嘞。生意兴隆大发展，男女裸样坐空间。一碗米粉胖个 Q， 一只鸟啊好啾啾。哎、欸，三位，连了连了，探烧。好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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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风调雨顺好年运呐，消灾进步好利顺呐。是是，阎王注定三件事，绝不留人过五更啊。喂，是啥人到？大将春联。我知啊，我前日有阿文就好啦。我怀疑你去春联了解无深哦。哎、欸，啊你讲啊，你根本就看我无去，其实哦，你头先所讲遐春联拢是一般哩咧讲的，唔是讲真辣。我跟你讲啦、哦，据我所知哦，是有一挂做生意迄个百姓啊。因拢哦有属于伊家己的春联啦，亲像有一间卖酒的，你敢知影？伊门联大三会。卖酒的，我都无了解，你讲看嘛咧。讲你巧，你无讲你讲，你阁无欢喜。讲你烟头，你家己听甲吐。下来，好好好，你是要讲啦？卖酒的春联啦，非常的简单。卖酒的，明火一杯三中醉，高粱两嘴海底面呐。哦是是是是，讲了非常的道理。那我用用问的好了。嘿，你问。那卖册的。卖册，愈卖愈册。卖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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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册，汉墨图书新风采，往来谈笑是风流。哎呦哎呦，真正有学问。啊，那卖保险的。这非常简单，世事难料多变化，人生无常加保障。水哦，可你卖到哦。嘿，过来卖鞋啊。卖鞋啊，哈哈哈。诶。打破啊！铁也无卖出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哎呦！你这是挨啥？你小块的乱讲，你挨啥？来，还少配合咧。来来来，好来来来来，别别菜刀，别菜刀，别菜刀。别使加刀、菜刀、剃刀都别使讲这个。别使讲哎呦！安尼好，贵气，人情一流，多一流，多情一流，人一流啊！喂，你是杜干娘咧讲的话啦？我再问你，杜干娘唔是讲这哦？杜干娘，一类看有，一类无。一类看无，一类有。忽然脾气一目了然，一目了然对。也不记啦，没高腰的，没高腰，不是八行正字。少林武功盖天啊，出名传统武功腰。我欢迎不？欢迎，十八当人有够善。你讲不就是你讲啥话就是？连咩做生意，家己个团队拍歪个。没啦没啦，我你讲嘛呢？其实哦，我跟恁哦。恁两个吼，咱斗阵这么久啊，我拢有替恁做一首对联。啊，真的哦，真的真的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先来这边先来，来来来来，啊，都这个努力打拼，勤做工。明白。一粒馒头动两空。嘿，哎，有坏屁不？有坏屁，总共有三组，看你要拣多一组。那有丢六捧以上才有钱通领。我来听看麦。三组，第一组嘉义双空捧。哦吼。
第二组为盈利来坐，第三组全有隧道。喂，阿好，你搞你搞，安尼请问，你有咱老老先生做对人是啥物？那我拢算算讲是吼，咱台北县瑞芳镇的吼杰出的青年，所以伫遮呢要甲做一对呢，较肉蹭蹭的就对啦。免想我听无紧啦。都好都好，普通的，普通。做人爱厚道，厚道。是是是，陈伟民上厚道。陈伟民上厚道。喂哎哎，哎呀，事情要归功于你，你是归功吗？喂，新桥北北跳脱红舞，北北受益受偶遇。哎，不是你不啊，他现在拢要讲这啦。那个坏屁坏屁，你也无问啊？哦，坏屁哦。哎，你不卡好。哎，阿尼啊，阿尼，为了要报答你的这个养育之恩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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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阿尼，记得这为人之师啊，为人之徒，也做了一副对联要送给你。哎呦，好好说，很好，今年有红包的啊，绝对棒。棒透棒呆儿，来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吼、哦。好，头大嘴宽，民俗风，两支脚骨拢听风。横批有三组，横批有三组，哎，中丢丢头彩，哎哎哎，丢头彩吼，三组你来见。三组，来第一组，家人四角顺。第二组，六角骨较花。第三组我爱上好，嘿。真有蒙白，苏克来临啦！来，这个不肖之徒，甲阿罗去斩掉哦！没杀嘞，没杀嘞，没杀！你踢到铁棒，你更小登上去嘛呢？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较搞。哎，本节目叫做《铁西玉玲珑》，唔知你我多做一些对联来听看麦。啊，做些对联，这个民间讲考得到哇，对不对？讲你巧，你无讲你好，麦克美国，麦克美国，安尼好。铁西对联非常简单，是唱歌跳舞讲笑亏。吟诗作对联笑诶，讲更加好听，更加好听哟！我咧真正要甲考试，安尼我想看嘛，哎呀，无聊，气质不凡，两姊妹，双鸭壮个半边，哎呦，碎炸！啊，咱这个主播佳佳就来喽，崔小宝。崔小宝，啊！讲实在，我唔知影本片啊，遮忝。别气吼！哎呀，不气干啦，公公，看他，看他身边下架了。好啦，我配合一下剧情一下。崔小宝，嘿嘿嘿，什么你头叫啥？没有啊，你不是在吹箫吗？吹箫宝，没有吹笛子哦，吹笛子哦。我的死孩子宝嘞，是伊拉宝。哈